Silkstream 系 Barclay 旗下 Saint George 最新推出全球首发嘅综合住宅项目，分为两期，一共会起超过1300个住宅单位，分别有开放式、一房、两房同埋三房嘅选择，仲有超过430个车位提供俾住客。每一个单位都会有自己嘅私人户外空间。除了有住宅单位之外，整个项目有接近四成的地方都会是公园绿地。Silkstream 亦都会提供10000尺的商业空间，会有不同的商店、餐厅、cafe、co-working space 和公共健身中心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在 Silkstream 还会起一个超大型有成45000尺的超级市场。全球首发的第一期 Bower House 会在2022年的4月份第一次推出，而首次推出只是得76个单位，以一房为主，起跳价只是365000英镑，预计会在2024年的第四季度开始收楼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Silkstream 第一次推出的 Bower House， 欢迎联络我们 L2 International 了解详情。